呢，比较安全感哈。任性，自助式的吃豌豆苗。吃豌豆苗，乖乖，你很讨厌呢。乖乖，好吃吗？乖乖吃豌豆苗好吃哈，乖乖也爱吃。甜甜还要啊，来，我们一袋给你吃。下面两个二爸，你自己拿。好吃哈，来等你哦，要妈妈摘啊，摘给你啊，好，等你。要说什么？好棒！要说什么？要说什么？要说什么？好，宝宝来，快点要啊！好，我再给你，你吃，你别要，好，再关豆吗？那还不要说什么？要跟妈妈说什么？啊，好棒啊，给你，特别吃豌豆苗，好吃啊，特别吃呢，我会不会不敢出来？对不对？好吃啊，有礼貌哦。那爸比还要吗？妈妈在。要跟妈妈说什么？要跟妈妈说什么？好棒啊！说一次，再说一次，再说一次。要休息，不要了。跟妈妈说什么？好棒，给你。给你哦。好的，好的。要说什么？要跟妈妈说什么？好棒啊！好，给你。我们今天吃泡面豌豆苗，好吃哈。还要吗？那边还要吗？来，妈妈再给你。要跟妈妈说什么？要不要跟妈妈说什么？好棒啊，给你啊，好吃，好吃，好有礼貌哦。Happy 不敢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三个二八在这里啊，好吃吗？三个二八喜欢吃的。这个蘸酱可以蘸三个。那 Baby 还要吗？还要吗 ？Baby 还要吗？要跟妈妈说什么？好棒，你要吃的，一起吃。谢谢，谢谢。先不要说话。最近担心在发情，所以要讲话比较少。那婷婷要说什么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给你，好吃，好吃哈。哎呦呦呦呦呦，二爸又来了，所以他不敢讲话。来，来，甜甜给你，二宝宝你先好了，先给二爸。来，甜甜来给你。是啊，豆苗菜好吃啊。进来品吃小麦茶。哇，这么好吃哦，小麦茶这么好吃吗？这个吃的。下面那个还在那边吃啊，好
那个豆苗，哦，连根带拔，哦哟，啊，那个豆那个什么豆子，豆子，你给它拿出来，它不会再长了耶，豆子不会再长了，你吃它的那个豆子，哦哟，你吃豆子，你吃豆子它不会再长了，你现在吃上面。上面它还会再长，一直长，长不停。豆子好吃吗？哦，连根带那个，乖乖，你为什么不给宝宝吃啊？宝宝也要去吃。这么好吃啊，可以吃了，吃饭好疗愈。乖乖，你怎么那个拔豆子，豆子啊它就不会再长了，你想要吃菜菜都没有了，连根带拔，你把种子都拔掉。哎呦，宝宝你也会啦，嗯，你也吃豆子哦，真的那么好吃吗？吃豌豆，豌豆的种子哦，这么好吃吗？就吃的满地都是哦，阿咪你在下面捡哦。你身上也都是，嗯，你在吃什么？哎呀呀，你把那个什么姐姐弄的整个头上都是，吃的整个都是，你们两个，来，我带一个小麦草给任性吃，任性给你吃，嗯，来，小麦草。任性吃，来 ，Happy 也给你吃，好吃。嗯，掉下来，来，行哎，来，桌子拉出来，好给你。嗯，掉下来 ，Happy 也要吗？好，给你。任性，你都抢那个妹妹的，我再摘一个小麦草跟妹妹。嗯 ，Happy 来。Happy 给你，好 ，Happy 给你，那就掉了。嗯，这个豆苗菜，来，哎，这给你吃。哎呦，任性哦，你为什么都不给妹妹吃？妹妹说给她，你都这样子都不给妹妹，来 ，Happy 给你吃，好吃哈。现在的青菜好吃哦。吃，麦草给你吃，给你吃。嗯，这里好多啊、哦，来，来。哎呦，任性吃那么多，一个都没有留给妹妹吃，还好这桌上有。来，给你。哎呀，妹妹都没有的吃、啊，哎呀，妹妹。嗯，哎呀，妹，你都不给妹妹吃，任性你好贪心哦，不给妹妹吃。嗯，妹妹说给她啦。来 ，Happy， 来，任性你很坏哦。来，哥哥也来，给你。哦，给你哦。那这里掉下来，这里掉下来，你看，掉到桌子顶的都是。桌子把它拉出来，看看，你们猜猜，掉了，就给你吃。还比自己呢，还比自己吃，来给你，给你自己吃。哎呀，害怕，还有我再给你吃哦，在哪里会害怕？
真的吗？是啊、哦。